十六，你又喺度數緊咩咧？十六，我今次冇數手指，我數一個羽毛球究竟有幾多條羽毛？嚇，個個羽毛球都一樣噶啦。今年我頭先數過羽毛球有十六條毛，係咪個個羽毛球都一樣嘅咧？嗱，毛嚟講咧，要保持羽毛球飛得平衡，數量咧就一定要對稱，而十六條嘅羽毛咧就係能夠做到最平衡啦。賽事用的羽毛球基本上都是鵝毛做的，而次等一些級數比賽級、練習級就會用鴨毛做的。作為一個初學者，我們選擇羽毛球的時候有什麼注意的事項呢？如果你們有留意的話，通常球桶的柄都會有些數字的，可能會是76、77、或者1或者2，數字越小代表那個波就越重，咁球速都會越慢嘅喎。咁一般如果喺夏天咧，氣温高啦、濕度重啦，或者啲高海拔嘅地方咧，咁就會用啲輕啲嘅羽毛球嘅。咁而喺冬天啦，氣温低啦、又乾燥啦，同埋一啲低海拔嘅地方咧，都會用一啲重啲嘅羽毛球嘅。而香港咧，一般都會用77速嘅羽毛球。咁咧，對於一啲初學者嚟講咧，一啲練習級嘅波咧，就會比起比賽級嘅慢啦。咁我相信作為一個專業嘅教練，你一定可以駕馭到呢個速度嘅。啊，咁初學者又應該點樣揀一塊啱自己嘅拍呢？咁其實視乎翻你係咩打法，同埋你係咩類型嘅球手啦。咁一般咧個球拍都係用碳纖維做嘅，咁就會比較輕啲啦。咁而重量方面咧就會分為2U 啦、3U 同埋4U。咁數字越大咧就代表球拍越輕嘅。咁通常咧女仔啦，打防守或者專負責網前嘅球手都會揀一啲比較輕嘅球拍。而力量型啦，同埋全能型嘅球手都會揀一啲重嘅球拍。咁我揀一個最輕嘅波同最重嘅拍，咪可以打一個最快的球速咯。要挑戰最快的球速都唔係咁容易㗎。由馬來西亞男雙嘅選手陳文雲喺2013年嘅一個擊球測試之中，就打出咗時速493公里嘅球速。時速差唔多成500公里，擊球測試啫，正式比賽應該冇咁快啩。其實在正式的比賽入邊，球速最快的健力士世界紀錄同呢個速度都差不多㗎。喺2017年一場印度聯賽的比賽入邊，丹麥的男雙球手 Mats Peter Kolding 打出了426公里的球速，破了李宗偉408公里的紀錄啊！哇，咁400公里打落個身咪好痛咯！記得我哋係打波，唔係打人啦。跟住我就會介紹另一個網前的技術。就是挑波。咁其實挑波同埋放網嘅步伐係一樣。如果你係右手揸拍嘅話，就右腳踏出一步，然後準備擊球嘅時候，個手腕呈 V 字形，然後將支球拍向後拉，左手打開，然後打擊球嘅時候由後向前下移上。打完個波之後，球拍會喺左邊膊頭收翻嘅。跟住落嚟，我就教大家做一個米字嘅步伐。米字嘅步伐係幫我哋訓練單打嘅全場走動。咁米字嘅步伐咧，又分別有6個點嘅。咁就後場、正手後場同埋頭頂嘅後場。呢個係頭頂嘅後場。咁記住，每做完一個位置之後咧，就要翻中間準備。而中場就係正手嘅接殺步伐，同埋反手嘅接殺步伐。而前場就是網前的正手步伐和反手的步伐。咁記住打完每一球都要翻中間準備。咁重複做呢個練習咧，就可以提升你的單打移動能力㗎啦。